你怎么会来无刀城？我当然是过来找借口看你的。看我？嗯，不然还有什么理由啊？你知道我雷惊鸿根本不想来这天下无刀城。你说谎。你来无刀城分明是有别的目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啊。你不是被霹雳门赶出来了吗？雷惊鸿，你不知道来这里更危险。 我知道。哎呀，你别这么瞪着我嘛！我的刀三小姐。好，我跟你说实话。自从霹雳门把我赶了出来，我感觉我自己一无是处，根本就不像个男人，也不像我爹的儿子。我感觉很挫败。 我想来见你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见我能做什么？万一有一天我横死在江面上，起码在那之前，我还能见见我没过门的媳妇。谁是你没过门的媳妇？我早就嫁人了。当你把这个嫁妆给我的时候。 你就是我媳妇，雷门刀使。给我！抢什么抢？你就不怕战风杀了你啊？你别忘了，新婚之夜，你是跟谁同枕共眠的？新娘子，我不会。 那就好。这世界很酷。